内室晚岛，伴你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不因小失大。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，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帖的儿子亚玛撒。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，如在征战之时一样，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。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。列王记上二章五至六节。约押因自己的嫉妒擅自杀了亚尼尔亚玛撒。大卫嘱咐所罗门要按着他的恶行使他受报。约押虽有勇力，却没有被记录在大卫的勇士录上。他因巩固自己的权位擅自杀人，以致在大卫年老的时候嘱咐所罗门要按着他的恶行报应他。有能力而无忠心是何等可怕的事，看似在服侍，却是在筹谋自己的事业，最后在神面前失去了得奖赏的机会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的提醒，要我在服侍中不仅要竭力去做工，还要加上忠心一心为着服侍荣耀你，使你的儿女得益处。感谢你让我明白忠心是何等的重要，帮助我在凡事上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借着服侍满足自己的所好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手一起走，